亲，你在干嘛？拆礼物啊！这不是罗技的键盘跟滑鼠吗？这不是同学之间都在讨论的梦幻艺品吗？没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青。没错，我今天是一个18岁的乖学生，毫无违和感。哈哈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。今天要来开箱罗技 G813 机械式游戏键盘，以及2022新推出的 Signature M650 滑鼠。前阵子啊，刚好看到我朋友发 IG 的限时动态，然后他的电脑周边配置就是罗技这个品牌，让我非常好奇。今天就来告诉你们多好用。首先，键盘的部分，精致超薄的外形看起来就非常有质感。矮平轴设计，键帽看起来只有一般键盘的一半，让你在使用上可以非常快速的反应。想成为电竞高手，就差这0.00000001秒。另外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，就是旁边这排居功能键。我觉得大家在使用上可以提供更高的效率，因为像我自己，就是平常要截图萤幕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按什么键加什么键？然后呢，我本身金鱼脑就会常常忘记到底是什么键，每次都要重新再上网查一次。但是有了这个功能键，你就可以自定配置，像是设定缩小视窗、程式切换、快捷键，就可以统一配置在这一排。超赞的，自己的键盘自己打造。不止如此， G813 全键盘搭配了 LineSync RGB 的背光技术，里面有1680万个颜色可以选，然后你可以自己选颜色，也可以直接用 LineSync 的技术。我觉得这超炫的。我告诉你们哦，它每个键盘啊会根据你萤幕的颜色整体搭配去做变化，所以啊，你玩游戏的时候，你萤幕是什么颜色，它每个键盘就是在那边咻咻咻的变化，让你玩游戏的时候超级有临场感，就连你听音乐啊，它也会照着音乐的讯号去做改变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回到家晚上关起灯，看着键盘的色彩变化，就可以瞬间变成电竞小辣妹。好了啦，不要闹了啦，我还要介绍滑鼠哎。接下来要介绍这款2022新推出的Signature M650， 光看外形就很美很美，而且啊，它其实拿在手上就是很好的体验呢，很符合手型，就是很像手在休息的感觉，而且无线连线使用上很方便，加上它是静音点啊，点给你们听。有吗？有声音吗？真的超静音耶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跟室友住，然后你半夜要使用的话，也不会怕吵到别人耶。且具备 Smart Wheel 卷动功能，提供精确又高速的使用，浏览网站更轻松，也可以自定侧边按钮，分别有粉色、黑色、白色。它蓝牙连线搭配全新升级 Bot 连接技术，随附接收器，那你使用上啊，连线会更稳定更安全。这些小细节啊，可以提升整体使用的舒适度，我觉得非常适合要使用滑鼠一整天的上班族啊，还有学生族群。今天开箱罗技的两样商品，不分男女，不分年纪，不管是学生还是上班族都可以使用。然后我觉得自己用或是送别人都很适合，而且啊，它是用回收塑胶制成的，光这点就成为我购入的理由。所以如果你还在考虑你电脑桌的配置，不要考虑，就是罗技了。还要特别感谢厂商赞助这台 HP Victus 电竞笔电，拥有16.1寸的大萤幕，以及 RTX 3060独显，加上144赫兹的萤幕更新率，还有 BNO 音效哦，可以携带出门打电动，还可以。好了，只能讲到这边，赶快敲碗下次开箱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